我就要钱，你跟你爸说，我就要钱。他愿他妈蹲10年20年，没人他管。那你这么的吧，你要要钱的话，我帮你要也行。完了这么的，你俩呢准备好吧，你一会儿把衣服啥的备乎，你准备好吧，到时候你俩一起进去，完那隔三差五给你送点饭啥的。抓我呢？那我要是不要钱，要是给我钱，硬蹲，那我去也行，我蹲个3天5天我就出来了。3天5天。你算那啥，你也得3年5年，你都跑不了，你还3天5天呢。那也不是我打的，他妈我还怎么？你就别犟了，你就听我的，我告诉你，你就认得了，搁这丫子，哈哈。我这回农村，正好回家取个虾啥的，完了那个我妈搁家呢，我回去我跟她说一嘴的情况啥的，是吧？要不然天天带死不活的，咱也不知道真假。管不管真假了，我回来那天我买那虾拿回来，因为明天要来朋友，完了那个，哎呦，是这样往哪？完了，那个来朋友上我家吃饭，我这把这虾啥取了，完之后这片子啥的不都搁着？这是我爸那天领他上我们这儿看病啥的，完了搁片扔我们那小屋了。我说直接拿了给他看一眼，他信算不信拉倒，反正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一嘴，是不？完那个到时候有啥情况再研究呗，是不是？要他老问呢，这昨天没搁家，今天搁家呢。我说顺便到一块儿，我跟他说一嘴，编个瞎话呗，撒个谎呗，要不咋整啊？是不是？我等回车拿东西，直接把虾送回去。我那进屋找他，跟他说，真冷。哎呀，搁屋了。哎呀，这什么稀里哗啦的？搁屋呢？那我不搁屋，我干啥去？我这大冷天，哎呀！你昨天干啥去了？昨天怎么没影呢？我下午看呢，过来瞅一眼。我寻我看看你呢，这还我得关心你。我瞅你这样好像，要够呛是整不整？真要够呛啊！我昨天我去打针去了，上咱那个就别的屯子，咱那边大夫没搁家啊，上别的村子去打针来的，那嘎有个老大夫啊，上那打说那个大夫说岁数挺大的，70多岁，说打针挺。打针挺好，也没咋见强呢。哎呀妈！哎，这心脏病可够呛。没打准成呗？那你怎么上医院呢？上大医院呢？上小医院那不扯淡呢？你就说那废话，那哪有钱吗？那你别造化呀！你有钱的时候你不留点儿？不是你那个什么玩意儿稀里哗啦？那个你跟你爸那事儿，你问怎么样了？啥事儿啊？哎呀，就那个钱，工资钱的事儿。啊、哦。我这打针我还赊的账呢，打针钱都没了，妈一分都没有。还到那嘎还挺好，他认识咱那块儿，就是跟我挺好那个，他搁那打过针，完他跟我俩去的，就说我说我没有钱赊账行不行？他说那个赊几天行，时间长不行啊。哎呀呀，这家伙，哎呀，那怎么的呢？昨晚上你没回来，上别人家住的？哎呀妈呀，昨晚回来了。你昨晚就回来了？回来了。啊，这家伙，我是问你把那药水再递我吧。他哪呢？那药水呀、啊？就那个红瓶子，就那个这个。对。这什么玩意儿啊？瞎吃。瞎吃？那你，哎呀，就这玩意儿贱呢，能吃起。这打针，人说心脏病打针也不咋好使。是吗？这心呐，就上不来气儿，就像那气儿够不着底儿。哎呀，这心就像个弦子似的。那是用过啥呀？就这事儿跟赶事儿逼的呗，赶着他妈逼的呗。啊，就用这钱事没回来，完心就落不了地儿了，是吧？哎呀，那你这心呐，也是，那你就先别落地儿了。我告诉你，我说你爸那事儿整明白没有啊？整明白了。哎呀，这你还倒气儿呢？我这戴口罩，我闷的，我倒气儿了。这怎么的了？钱到底整哪去了？那钱呐，咋说呢？哎呀，这玩意儿就是该着刚着的事儿，倒霉吧，就是。怎么又倒霉了？啥事儿啊？那可能是家里面这老不静心呗，老家里老有事儿呗。这你没事搁家净作呀，一天整这干那的，完好不容易给你打几千块钱回来还干了了。你说你那3000块钱要当时不花了，我爸这事儿真出不了。他上股急火跟你那事儿，就你那给你那3000块钱，你嘎巴下2天干没了，完了，我爸这上股急火。不是那3000块钱，那给我那不就是给我花？那你管我怎么花干啥呀？你上什么火？上火咋的了？那你说那个，那人我爸挣钱，你管人咋花干啥呀？人自己挣钱。
那你爸挣钱，那养我不正常吗？是养你正常的，谁让你花那么快？你花慢点，这事儿不就出不了了吗？那能两个钱，三千两千的那叫钱啊！妈，他挣多钱呢？三千两千的挣多少钱？挣一个来月恨不得。那你看人别的老娘们，你看人家穿的，那我不够省的了。那人老娘们，人老爷们能的能挣钱没？说啥？人家会玩手机，人搁网上人家那个会买衣服，人他跟我一样嘛唠嗑，人说那个手机里两千块钱。你三天两天一买衣服就买没了，哎呦我的妈呀！那你跟那比，那不跟好比？这家把我眼气的，我说哎呀妈，你可真行！我这家买件衣裳费老劲了，还买他妈三十二十的，哎呀，这鞋那个贵呀，他妈的，咱也没钱买呀。那人家有那个人，你说你爸怎么的了？刚去说，说一边拉去。那啥，这不上古急火嘛，心里老不落听嘛，老不落底嘛。完了之后，搁那面干活的时候，出点事儿，这一下子。这干活那地下不就净钢筋木头方啥吗？他得拆得卸呀。他都没拽，他把东西拽人脑袋上了。完一下啊，给人家拽咋了？开瓢了吗？哎呀妈呀，脑瓜削两半了吗？他妈能不能干点啥了？还给他妈开瓢呢？不是要我说，他就心不静嘛，家里破事儿多嘛，你天天老搁家穷胡搅搅，你不搅的话，他那边不就没事儿吗？要说这钱呢，我跟你说没了都怪你，真的，你自己找找原因吧。不是，那怪什么我呀？他把人砸什么样就开瓢了，脑瓜削两半儿。半瘪玩意儿，不是他搁这面咋的？他搁那面心有事儿，完了呢，拆东西往那边一扔，完了那面人是咋的呢？人正干活呢，我爸也没看着啊，啪一撇，正好削脑瓜顶，削两半了吗？削两半了吗？完他妈那人是他妈打削他也不多，你瞎呀？那他妈干活你长眼睛干啥呀？人他妈撇东西不瞅点儿？那上哪瞅？人蹲家也干活呢，我爸搁那咵一扔一下，正好削脑门上了。打两半了，你爸他妈呀，妈废物，他妈瞎吗？胡吃眼，长眼睛没长眼仁啊？你扔刀你不瞅瞅底下有没有人啊？那不就因为家里心不静吗？就因为这事吗？心不静，别老往我身上安，这天生都呆头鹅，呆头鹅他妈干啥？人家他妈干活怎么不的呢？就他妈他干活，人家家里老娘们省心呗，人家里省心呗，还咋的？自己寻思寻思，自己用过啥？那怎么的？给人打脑袋开瓢了，给你的包你钱了？那不包咋整啊？不光包人钱，还给人看病呢。你看病你不花钱呢？你看病花。整了半天就是钱拿不回来，那就是给人看病了。看病了，给人看了，人家哪的讲话的？他说花多少钱呗？花两三万呢呗。差他个妈的！你说这他妈还能有好？你说还他妈能干点啥？不是那屁眼子干他妈一年白他妈干，都给他妈给人家了。那你咋整啊？你给人开瓢，你不给人看病？那我他妈要告我不给他看，不给他钱，他钱给没给？不给他钱，不给他钱。要不行就，是不是得到时候也有法律人家管吧？管呢？那得管。不能给他钱，就硬蹲。干啥？你就硬蹲，让他蹲监狱去。蹲监狱？他蹲监狱盯着挣钱了，这两三万就赔人家钱，不给他，我把钱拿回来。那你要说不给？不是，你就让他反他们也不能干啥，就让他搁监狱待着去呗，待着就是。不硬蹲不给钱吗？给钱不硬蹲吗？是不是这意思？分情况。你要给钱了就不蹲，要是蹲了就不给钱，是不是？你要是不给钱的话，因为啥呢？他得上家里找来，他不有家吗？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吗？他现在不给，他得查你户头。你看这钱拿回之后了，你要是有钱，钱到你手，你也得往出拿，你不拿，你也得蹲。我拿钱我搁别人家搁着呗，他查什么户头啊？我他妈也没有存款，也没有折的。搁别人搁哪都不好使，现在哪儿都给你查着，你搁钻缝里都能给你查着。哎呀妈呀，还真能呀！你说还赶神仙了你。哎呀，你信我的，破财免灾了，要不然你俩都扔去，全得蹲，全得蹲。还俺俩去了，该我啥事儿啊？你不拿钱呢？你还你啥事儿？我没有钱呢。你没钱，你说没钱好使吗？你没钱，那人家没，你要按你这么说，都咬死绝硬将，那人警察还不破案了呢。我不要钱干啥？我过年我分逼都没有，过年都过不去了，一分钱都没有。我他妈咋活？那你咋整？那我不行，还、哎、他妈咋整？不行，把钱要回来，你认蹲吧，你进去蹲吧，五年起。你让他蹲，他咋的？他蹲，他搁里蹲一个月，就盯着一个月挣个三万块钱了，不给钱也不给他。蹲多少钱？蹲一个月。啊，蹲十年都算少的，还蹲一个月？十年？那你寻思呢？哎妈，这家多大个山？脑瓜削开瓢，你看看，脑瓜削开瓢了，大那啥都搁里呢。他他妈削开瓢了你？这是两茬这玩意儿啊！啊，这他妈我也不认字儿，你他妈拿这玩意儿，你他妈给我看有什么？你不认字儿，拿回来完，到时候我那不行，我再给你看。
这都是，这不行，这不，反正你也不认，我也没招。我他妈不认字儿，还他妈给我拿出来看呢，还。这不，曲阜是人民医院吗？搁那家看的那个啥。要说他妈的那败类，干他妈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你没招，你不行，你到时候让我爸给你查查那个他那个就是连赔人钱的带干啥的那个支付啥的方式钱出入都有。你黑呀，你出入你爸还搁上面呢，搁上面呢，人说了现在这钱不够还找他呢，完了后来见过蹲，不他妈管我就要钱，你跟你爸说我就要钱，他愿他妈蹲10年20年没人他管。那你这么的吧，你要要钱的话我帮你要也行，完了这么的你俩呢准备好吧，你一会儿把衣服啥的备货你准备好吧，到时候你俩一起进去，完了那隔三差五我给你送点饭啥的。抓我呢，那我要是不要钱，要是给我钱硬蹲那我去也行，我蹲个3天5天我就出来了。3天5天你算那啥，你也得3年5年你都跑不了，你还3天5天那也不是我打的，那么我还怎么你就别犟了，你就听我的，我告诉你你就认得了搁这丫子还还。3年5年你认不认，你认的话我现在你卷铺盖卷把钱给要回来，完等你出来之后我再给你。你认不认，认的话你就赶紧我去给你要钱去，我给你拿。还是脑子你用了。嗯你要蹲下你爸蹲下，我说不行了。他蹲钱也到不了你手。你说咋整，到谁手啊，硬蹲。你就别那啥了，别犟了，这事儿我就告诉你吧。这手里我爸手里多少还剩点，人家那边赶上讲理。他是那啥的，山东的，不是咱跟前的，他是山东那边的工友，当地人。我行吗？赔了2-3万，他挣多少钱呢？挣赔了那剩多少钱呢？那能够过年的吗？这我他妈还他妈指望那钱买貂，这买他妈买个屁貂，买貂。哎呀，那你咋整？他手里有钱，过年够，过年能够，还能剩个3-2千块钱儿，那过年咋都够了？你不谁家他妈过年不花个18000的还？还整个他妈3千2千，能过去年吗？那你干啥花那些？就买2块猪肉，还能花那些钱？我这还得看病啊，还不光过年呢。哎呀，要不行，明天我去住院去吧。住院，那你要是不行，你就难受，我领你住院也行，那倒不算事。但是这个事儿吧，那你就没办法了。嗯，就钱啥来年再挣吧，咋整？能过去年儿行呗，过完年引我爸出去干活了。哎呀，这玩意怎么都能过去？你就一分钱没有，你人家。人家吃他妈过年他妈大鱼大肉的，他妈山盟海鲜的，那咱这吃啃咸菜也能过去，也隔不了这年。我跟你说，隔不了这年。我跟你说，人家都说这玩意儿叫啥？你不有个古语吗？叫啥来着？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知道不？就是咋呢？虽然说这块你损失点钱了，哎，你兴许搁哪块就他就找回来了，他都没准事儿。你看天上能掉下来？不是你这，你看你别人家受伤了，他顶多顶个。得个3万2万，他自己没得着，他这都看病花了。这我可不应可过年啃咸的呀。但你别说，到时候你这一下占地，一下夸张一下，原能给10万，一下给你40-50万呢。就是你说他妈这占地款也不下来，要下来吧，我就不在乎这两个钱了。他妈赔就赔了，你说他妈占地钱也没有，马上了下来，啊，天天马上，也不知道能哪天马上。我跟你说，这回出这把事儿啊，别说这钱下来还能快呢，真的，别说还能快呢。哎呀，这钱也不下来，他还他妈赔人家了，你说怎么过年？停点儿。要不行，我收拾收拾，我上宁子去待2天去吧。上宁子待啥呀？哎呀，这家我待不了了，我瞅不了他，我现在我就都别说看他，我就一寻思，我都这气都满满的。哎呦我的妈！那你气啥？这都好事儿，没给你俩扔就不错，要不你俩抱一起，将近得20年能出来，你算啥样？要一个人还讲究，俩人吗？你算。俩人，这是比事情比较严重，你整不好都得20年。钱也没了，让他自个儿搁家咕噜去吧，我就上宁了去吧。上宁待着，我消气儿。想开吧，想开吧，这玩意儿没招。那你先整不整啊？给你找人叫人打针呢，还是怎么的？缓一缓呢？哎呀，上哪叫人去？你这么的吧，这两天看看情况，是不是？万一这两天占地钱下来，你说这钱你就不用寻思了，那准没了。啊，你就作也没用，要不来了，你找谁要去？我给你这山东地址，你上那要去，上山东去啊。你关键钱给人打过去没有？一会儿让我爸过来看，你这等他回来一会儿马上。钱也没说的，先让他们垫上，这钱搁你手，你先别给他。你不给，现在就抓去了，还不给呢？敢告你不给不行呢？抓就让他蹲的，我不说了吗？硬蹲得了。你别犟了，蹲你也得蹲，你不行你就卷铺盖卷吧，咋整？
停点吧，我告诉你，你好好做家寻寻的，在外面咋比里面强，真的，外面咋比里面强。你要这会儿你要跟进去，你这占地钱也没了，真的，到我手我就两天花没了，就我也不给你留。我说你说那虎头蓝架的，不白撅屁眼干一年吗？你说，嗯，那就没招，那谁家不有大事小情吗？那啥也不是。哎呀，停点吧。